九九二人猫星星就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想做场控的哥哥呢，可以这里私聊一下我们麦序上的三麦和四麦，然后喜欢我们主播的呢，可以点一下一麦二麦的直播通知，喜欢我的话可以勾这里，谢谢。我有多高啊？我很矮的，我才1.67米。我上了高中之后就再也不长个了。嗯，好，跳下一个舞蹈，希望哥哥们能够喜欢。Ready? Action!
怎么说呢，就是反正女孩子嘛，就是你看镜头里面其实上镜很高很高的，她的个儿不会超过1.6米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实话，这是实话，她的个头基本上不会超过1.6米。然后很高的人呢，如果不把视频拉长，她就显得特别胖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舞蹈送给大家，你们不要离开992，接下来呢，小萌也要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最后一个，我唱个歌吧，有点不太想跳，太累了。喂喂，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就一个，咱们唱一个歌吧。真小。是太小了，没办法，我妈生的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唱一个。唱一个帝都，唱一个帝都送给大家，希望哥们能够喜欢。
欢迎大家来到992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梦想，希望我的哥哥们可以勾一下我的直播时通知，最后的八分钟呢给大家跳一个舞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。목소리 나의 머리를 맴돌고